春天到了，很多民众呢可能会去赏花，而大台北地区民众呢，可能会去赏花的地点大概就是阳明山。而新庄区龙安里的里长呢，为了让这个里民们不用大老远的跑到阳明山，可以就近在里内赏花，所以在巷道里面呢就种了很多美丽的山茶花。而现在呢，这个成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硕，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。新庄区龙安里因为巷道十分狭小，绿化工作不容易，因此为让里民不必走远到阳明山，也能够欣赏到美丽的花草，所以里长吴明和就自行栽种了这些山茶花，如今成果有目共睹。龙安里因为街道较狭小吼，较矮就对了吼，所以一般吼，绿美化较歹做吼，咱的各方面因为行道细条嘛吼，所以讲咱的车较侪。所以讲吼，真济咱的环境吼要做甲真好，较歹做吼。所以我有想着讲种这咱这山茶花吼，种个一盆一盆吼，这样的话比较较好管理，啊，较袂影响咱的停车各方面啦的所在吼。咱来种这个山茶花吼，和咱的里面吼，伫咧街道咧游走的时，咧行的时阵吼。一旦看了金丝的花，甲树啊，安尼青青哦，啊红红，安尼看咧，咱整个嘛较有朝气安尼啦吼。现在呢，我很喜欢看这个山茶花。现在我们龙安里哦，里长哦，种这个山茶也开得很漂亮。现在我们大家都去那个阳明山看的，现在我们这里的都整排都是这个山茶花，开得很漂亮啊，现在。里长希望将龙安里变成山茶花的故乡，让里民走出住家附近，就能够享受到休闲的乐趣。所以讲，我会去想着讲要种这个山茶花，意义就是在这吼。咱里民免千里迢迢，走到什么阳明山都有。我们想要弄一个龙安里，就是一个山茶花的故乡吼，让咱里民会当伫这个所在欣赏到咱的山茶花的水，甲伊开出来红花吼。啊，甲树啊、青青安尼看起来较有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红色个佫代表咱个过年个时一个吉利吼、哦。所以讲会种这个山茶花，就是这个构想吼、哦。啊，我们会越种越多。我们在一个礼拜，我们会再加种40棵。以后我们龙安里的山茶花会越来越漂亮吼、哦。啊，大家里面再爱多多敢爱惜、敢珍惜安尼啦吼，而且呼吁大家啦吼。在吴里长的细心照顾之下，每一朵山茶花显得格外耀眼，也成为龙安里的景观特色。永嘉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。